我今儿打车送回来的，懒得回去，没意思。这是我第一次约网友出来吃饭。哎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卓。得知获奖的消息之后，特别开心，非常感谢中美电视节组委会的肯定。然后我觉得自己也非常的幸运，可以遇到我们这么厉害的编剧王小枪，还有我们的制片人张海东女士。就是因为有了小枪的这个剧本，我才非常坚定的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。然后也是因为有了张海东女士在剧本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就非常笃定的选择和我们合作，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良机。 还有我们的导演以及我们对手中的对手们，是因为大家合力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很特别又优质的作品，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更多优秀的项目当中，然后把那些好的作品可以让更多海外的朋友们共同见证，谢谢。